着，觉得这样比较方便。小泽，我们待下课再来看有什么不一样。第二堂第四个小时，现在可以滑了。三个加在一起，好，1:55。对，今天决定还是用拎着，因为骑 GoGo 还要下去弄，有点花时间。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我那天会闪到腰，就是因为骑 GoGo 了。我这样直接拎反而没事。对啊。啊，这个只是配重问题，因为右边比较重嘛，所以我只要把重量左边加重一点就可以了，所以其实没有那么难。本来是约4:00啦，因为2点到4点这中间空档，我觉得有点浪费，我就问他说，你如果时间就提早好了，就他说他可以，他刚好2点那个直排轮场那边也没人，所以我们决定就约2点，好，现在过去了。今天一样在帐篷下面练。Hello， 我后来决定还是直接过来。今天骑车？骑车的。小泽。好小台，骑起来。对。这台有公路车的感觉。就像他的那个车。哦。而且是 K3 目前最轻的哦，好，很轻便。好，我们先来，可以，好，可以。他试着脚不要抬那么高，对，然后给他一个角度斜斜的，对，然后朝前，然后你现在你的左脚缓缓的往就是往后踩出去推出去这样子，试试看。对，好，你看你出去的那个角度会歪来歪。2:42，他们差不多要准备练习，就是差不多这个速度，对，差不多这个速度，对，然后就一段一段停没关系，你的间距会越拉越长。对，那你就直接跑出去，就像刚刚这样子又移回来，前后调好。现在是3:00，等于是练了一个小时。他现在已经可以扶栏杆滑，那我预估在4:00，他应该有办法放手滑。哦，目标。很好，出去了，上车成功。好，他转早点转。哦，早点转啊！转弯不要加速，哦，转弯不要速度越来越快。好，3:43哦，第二堂第二个小时已经可以走了。哦，很好。啊，不要到直角再转，早点转。啊，转弯记得不要太加速，对，哦，否则你不好控制。啊，回到我们水那边试着自己停车。好，会上车会下车你就算会了，接下来都是练习问题。好，停车。
很好，赞啊！第二堂第四个小时，现在可以滑了。现在 freestyle 乱滑，跟随。4:30，第二堂结束。对，很棒。Perry 第二堂就会，下一堂就练那个 S 型跟那个练八字型。好了，拜拜。拜拜。拜拜。Hello， 拜拜，拜拜。走，回去。4:36，很好。这个第二堂又教会一个。好，晚安。礼拜天下午5:47，对，算晚安的了哈。今天比较晚到办公室，因为礼拜天嘛。然后本来是有一个独轮教学，就是 Terry 的第二堂课，那本来是约4:00，那想说我今天比较晚到，然后我等于是不太好安排事情了，因为本来想要拍开箱这个Spin Fit 跟这个 Skull Candy 的耳机。这两样东西，我觉得我在今天下午可能拍不起来，那没事干呢、啊，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提早？他说他可以，我说好，那我们就改2:00。2:00，然后其实我早上我今天也比较晚起来，10:00才起来。其实今天本来有一个活动是 GoGo 的台北桥快闪台北桥，我本来有报。但是我本来的想法是我想要滑独轮去快闪，因为它是电动车，因为 GoGo 现在不是只有自己的品牌，它有跟那个洪家腾啊，还有那个另外一个牌子谁，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有几家用它的解决方案的，所以它变成改成电动车一起来去快闪台北桥。I must admit to some X-rated thoughts.What I'd like to do to you So I guess I can see How bad it rhymes Playing you for a fool 刚煮起来很香，这是前几天买的肉桂卷。然后本来是要参加的，但是我这两天其实腰有扭伤，所以我如果要参加，势必我要把我那一台 V11 先滑回去，对不对？然后想到我要搬上楼就很累啊，所以 V11 没去，我早上也没办法去参加了，就这样。我想算了，睡晚一点，睡饱一点比较重要。今天活动蛮好的啦，我本来想法是我从河滨超捷径直接上到。台北桥那个桥面上面，那我可以从那边侧拍，但没有车就想着算对。然后今天下午因为已经改成2:00嘛，其实改成2:00，我跟他确定的时候是1:00出头，就是等于我到办公室之后立刻就要再出门了。那我看那个时间，我到办公室，我如果再下去弄 GoGo 了就来不及了，而且他跟我说他已经到，他50分跟我说他已经到了，所以我决定就直接1:1。跟之前一样拎过去，对啊，
其实拎过去并没有想象那么重，很多朋友都觉得我这样子可能会太重啊，危险啊，其实不会，真的是不会。反而是我那次腰拉伤是骑勾勾楼拉伤的，我直接扛反而没事。那会拉伤的原因是因为我必须弯腰就瞧那个独轮在勾勾楼踏板上面的位置，那就是因为我在瞧的时候腰是弯着在瞧嘛，又要施力的时候那个施力方向不对才拉到。既然独轮的运动它是你在独轮上面，你身体前倾，它感应到你前倾，它就自己又往前滑，所以你并没有用很多的力气。那可是我当我拎着独轮，例如说我右手拎独轮的时候，我右手是会往这边倾过去，对，我只要重心移到左边，让我跟独轮的重心位置在独轮的上方，它就会垂直前进的，也不会歪来歪去，只是我把我的身体往这边挪一点点而已啊。那不会滑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可是会滑的朋友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其实独轮只是重心的转移，重心往前它就往前，重心往后它就往后啊。那今天在教那个 Terry， 其实当他感觉到我讲的这件事情怎么样的运作的时候，他就会。但是在不会之前，你怎么跟他讲，他就是不会，不会就是不会。独轮最难的地方是怎么样站上去，然后怎么样放开手，然后怎么样你不害怕敢继续往前滑。那继续往前滑的时候，你不会因为担心或什么因素让造成你可能没办法持续的滑，你滑两下你就害怕赶快要抓，对啊，那个就是我的作用，我就是在旁边告诉他该做什么事情。不要速度越来越快，你现在重心往前不要晃，重心往前不要晃，然后放轻松放轻松，一直跟他讲放轻松，慢慢放轻松，然后稳稳的速度前进。我说你现在就是稳稳的速度让他前进，你不要左右乱晃。等到快要前面要转弯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左脚用力一点，稍微用施一点点力气，他就会往左转的。他就照我的话这样施一点力，果然独轮就转了。对，就这么简单。但是前面怎么样自己让他能够站在上面往前滑啊，这个部分是真的是要练。而真正要练的过程是从第一堂课教他们的那个画圆，画圆目的是让他脚能够扣住轮子，然后再来就单脚前进。单脚前进的目的是到时候单脚能前进，你第二只脚才能踩上去。然后第二堂在练的那个抓着平衡能够往前滑，当你能够往前滑，也就是当你能够单脚往前去脚踩上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能够往前滑。当我发现他单脚没办法稳稳的往前滑，我就跟他讲休息，我们改练绕圈。当他能够绕圈能够往前，那时候还 不知道怎么样单脚往前滑踩上去了，我是让他先绕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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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来他已经可以放手绕圈了，我就在讲说好，你现在再试试看，踩上去单脚往前滑，踩上去直接就往前走，一气呵成，他忽然就会。但是这个过程中必须有扣住独轮，单脚往前滑，再加上扶着能够绕圈，三个加在一起他就会。那这个就是因为 我在旁边一直陪他，跟他讲说这时候该怎么样他就会不断的加深他的印象，所以学起来比较快。那你说自己摸索，大部分自己摸索都是因为从扶着栏杆开始就练，扶着栏杆开始练，当你一离开栏杆的时候，你就开始晃到不行了，晃到不行你又害怕然后就会停下来，对在这段时间会花比较久的时间，一般来讲大概花两三天，我就这样其实没有什么。那刚刚又巧遇那个曾先生他们跟沈小姐，然后我就说其实教两堂下来会真的蛮累，真的蛮累。然后因为他们来嘛，所以我又待了一下，大概又看一下曾先生他的姿势啊。我跟他讲说你现在单脚能够前进的话，你就开始练绕圈了你反正你练绕圈绕到后来，你会发现忽然就会。那我不知道他现在学会没啦，因为我刚刚差不多4:40左右才走啊。我一般他们大概会练个两个小时，练两个小时就蛮累，对啊。转眼现在6点了，好，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今天来办公室就是教 Terry 练独轮，只是做这件事情。
不过很开心，很开心，跟那天 James 一样，哎，学会了，真的学会了。哦，他是真的学会了。那天 James 也是。那第三堂，我相信一开始一定又会忘，那没有关系。我一开始都是教他先画圈，画圈练单脚，但是他现在可以画圈单脚直接上，直接就练了。啊，如果熟悉之后，我第三堂要教他们的是 S 型。S 型就很有趣了哦。S 型其实是你身体的那种律动，你会觉得你好像在跳舞，对，很好玩。S 型会，然后再画八，八字型，这都会，只要练这个，都会之后第四堂带他上路走。对，就是这样。然后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等明天，明天帮我们空，没关系，我这几天，我这几天拆来，我应该会先拆这个啦 ，Spin Fit 比较简单，它就是一个AirPods Pro 的耳塞，但是它不是直接塞哦，它有两，必须先装一个，算是它下面的转接座，然后再加上耳塞 ，M size， 不知道效果。好，今天就这样。礼拜天你们看影片，礼拜二，哦，礼拜二。然后我那个 981 S2， 下礼拜，也许吧，也许下礼拜会再到几台。哦，一样，你们如果有兴趣要订，还有 V11 其实还在预定中。哦，如果要订，都到粉丝团来找我。拜拜。晚餐简单吃。